抱歉，打扰了，能给个微信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。哦，好吧。这西瓜还蛮好。走吧。干嘛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要个微信而已嘛，有什么好吃醋？不是。我又没给他微信，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对他放电了。我什么时候对他放电了？他都没有问路。你刚刚对他什么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有什么了？男朋友。走吧。